对手就是对打的时候，你出声音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战，就压迫人家那个气势会不出。那我自己就可能稍微比较含蓄一点，就是赌气而已，就是这样。我一开始练的时候很特别，就是因为人通常拳头一过来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会闪，眼睛会眨。可是教练就跟我说，就是第一点就是这样很丑。所以一定要眼睛要张开，你要知道人家的拳头去哪里。所以我第一堂跟第二堂课学的就是怎么被打，就是拳头放在头上，然后要看人家拳头来，然后自己就要挡，看拳头来，有时候要挡头、挡耳朵，有时候要挡正面，有时候要挡肚子、挡肋骨、挡，因为横膈膜被打到会痛，所以就是要学习怎么保护自己，这个东西就很重要，因为你真的好好的被打到一拳，其实就倒躺在地上，那很痛，